欢迎准时收看《稳操胜券》节目。那大盘加权指数啊，从所谓的农历啊过完年之后啊，产生了所谓的元月份的效益。那二月份啊，目前为止已经结束了哈，月线的部分啊大涨了接近300点。好，那三月份该怎么操作哈？我相信三月份的操作的难度哈，应该会稍微的比较高一点啊。那基本上面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啊个股表现。那个股表现里面啊，特别你要注意到啊柜买指数。那柜买指数里面你要注意哪一个族群呢？啊，这个答案呢、啊、其实非常明显啊，它叫做生技的族群哈。那为什么是生技的族群？来，我们看到这边哈。好，这三根 K 棒叫做什么？红三兵，啊，它叫做红三兵。好，那如果说出现在低档区啊，这个红三兵啊，代表说，好，这个趋势啊已经成型了，啊，只是说近期而言的话，它在所谓的第二根 K 棒这边哈、哦，来进行所谓的震荡整理。好，那这个震荡整理你不用怕，因为这个趋势啊已经成型的同时啊，后面啊要大涨的机会啊。好，会非常大，所以说我们下个礼拜布局的一个方向，我们会集中在所谓的啊生技类股的一个族群啊，尤其是有一档股票六开头的啊六结尾的，我想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点啊会开放给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们啊来进场啊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哈、啊，那这是一鸣老师的一个诚意了哈、啊，我也希望每一个人呢 啊都能够感受到一鸣老师。好，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的哈，我再讲一次哈，生技类股的指数来多头啊已经成型了，好，多头已经成型，下礼拜要进场的，好，一档股票是六开头，啊六结尾的股票，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分享哈。那这个礼拜打电话进来啊，问到了一些套牢的股票哈，五花八门，好，五花八门，来我们一一的来为各位来做出个解释哈。来，先看到这档股票，来特斯拉概念股啊。啊，老师就涨个两天就下来了，好，老师就涨个两天就下来了，啊，礼拜五啊补量没有上攻啊，这个股票你要小心啊，啊，它持续打底的一个机会啊，可能还是非常大，好，那散热模组的哇声啊，这个声音很大，哇，拉出一根长红棒，结果就连续四天的修正啊，哦，跌破所谓的长红棒啊，那这种股票该怎么办？老师补量上攻之后连续啊下跌啊，啊，这个买卖点哈找得不好。来，4966的普瑞啊，我相信啊，我们出在这一根所谓的高点，那目前为止啊，今天的收盘呢、啊，跌破所谓的横盘整理啊，好，代表趋势啊已经开始改变哦。好，那高价股的来1565的精华哈、啊，外资还站在卖方，今天出现往下的一个跳空缺口，股价持续创低，好，天上掉下来刀子不要接，就是像这个代号1565的精华一样。啊，天上掉下来刀子你不要接啊！3034的联咏，老师啊，啊高档震荡整理啊，会不会直接下来啊？你只要看到没有补量上攻的、啊，你都要注意啊。那套牢最多的、啊，来，玉金光，啊，低档不买，拉回不买，买在高档区。代号2371的大同也是一样，来趋势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改变哦。你逢反弹还是要站在卖方哦。好。包含了、啊、太阳能的，来，这张股票叫做什么？硕和啊，好，硕和低档区啊，开始有转强讯号嘛，但是这个地方都没有出现补量上攻啊，只要没有出现补量上攻啊，你这个时候你要小心啊，你逢高应该要调节啊，好，那投资朋友套牢最多的、啊，来2454的联发科啊，联发科这一根长红 K 棒不能跌破啊，跌破的话你要注意啊，它开始啊会走向一个所谓的修正的一个格局啊。好，你打电话进来的老师啊，今天都利用时间了哈、啊。帮你详细的来做出个解答。如果说你手中股票还有问题的，还有问题的，好，非常欢迎你，好，可以打电话进来，啊，老师每一通电话，啊，都会亲自的回答，好，希望对你的操作，啊，是有所帮助的哈。那我们今天来验证我们手中的一档股票，来，好，先行验证嘛，来，我相信是事先讲喽，啊，没有马后炮，啊，会员等级看一下，啊，今天的收盘价看一下。好，有没有赚钱？有。那这档股票今天创新高，啊，为什么大盘在跌，这档股票还能够创新高？来，你先看到这个地方哈、哦，高档区修正嘛，在低档区绝对有买点，啊，那基本面的消息还不错，那股价在低档区啊，难怪它会出现呐、啊，啊，落底反弹之后今天创新高，好、啊，那今天的收盘价，我敢跟全国的投资朋友们来做出一个验证，这档股票今天以收盘价而言的话。
你10张、20张、50张的，你各赚多少钱？好，你心里面都有数啊。但是老师要跟你讲的，不是说你赚这一点点就跑掉了、啊，绝对不是啦。我们希望让你啊赚多一点啊。那普通会员呢，这张股票啊，我们持续的还会跟投资朋友们来做出一个验证的动作哈。那当然有些股票卖掉了，我们今天啊顺势的来做出一个公告哈。来，先看到这张股票，来，它叫讯星，当时在低档去开放释放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买在第一发动点，希望每一个人啊拉回早买一点，每一个人都能够反败为胜。好，那持续大涨，好，请注意喽，创波段新高。好，那股价会不会大涨？看所谓的啊基本面跟技术面啊，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点啊做出个出手啊。那股价有涨有跌嘛，啊，基本上面就是低买高卖。好，简讯一定要公布啊，这个叫诚信操作，这个叫诚实诚信操作。好，那今天要公布第二通简讯哦，来，导播稍微拉近一点哈，来，这通简讯我们在2月23号，我们定价119块钱，啊，上下三档卖出，来，导播特别注意，我们是赚钱的哦，啊，很多人去买到这一天是亏钱的哦，我们反而利用怎么样创新高，我们做出一个卖出的动作。好，那公开验证第二次了，啊，从第一次的操作嘛，跟你公布了。第二次也公开跟你验证啊，手中完全没有单，啊，目前为止先行的获利了结了啊，那代表说我们的会员都是赚钱的啊，快乐度周末啊。那生技类股啊，请注意啊，来4174浩鼎，来，浩鼎啊，今天的股价、啊、哇涨10块钱，高价股涨10块钱，你说多不多了？也不多了，好，但是重要的是股价、啊、在这个地方啊，跳空缺口一直没有封闭啊。我说弱势的股票3日之内会封闭吗？目前为止没有，今天还呈现所谓的补量上攻，这个整理的区间啊，就跟当下在同时在低档区一样啊，整理结束以后就创新高，这个地方整理结束以后会不会创新高，你要看量价的一个结构啊，最主要是低档区出现所谓的低档拇指啊，内困三红上涨，所谓一星二阳啊，创高啊，这个股票操作难度比较高一点啊，但是老师要跟你讲的是属于低位阶的转强股票，目前为止啊，你真的可以做到一个波段操作。好，那低档区出现讯号，来，在我们所谓的关键 K 棒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哈。那关键的一个技法啊，都在我们讲义教材，包含所谓上升三法、一星二阳。好，这个地方啊，就是各位决胜负啊最大的一个关键点。你可以买在早盘一开盘，你也可以买在股价拉回的时候，你甚至有机会去做这个追价，我相信隔天一样拉到涨停板。隔天一样拉到涨停板，它来到所谓的上升的趋势线的时候啊，常常会持续创高。好，股价从低档区你去看嘛，哈，目前为止创新高之后啊，股价最高已经来到350块。好，我认为每一个人啊都能够赚到钱，好，每一个人都能够赚到钱哈。那包含2049的上影，哈，这张股票讲很久了哈，这个地方涨升速度非常快啦，啊，大概从12月初，好，一个半月时间啊，它从低档区120块钱附近啊，啊，涨到200块钱。我常常讲啊，这种涨升幅度非常快的、啊，它在这个地方股价是有支撑的、啊，它回档修正的机会也非常困难的、啊、哦。但是你要判断啊，它只要是呈现所谓上升轨道没有改变的，没有改变的，你拉回啊，还是要早买一点啊。低档区布局嘛，头肩底啊，三线翻红，各位最好的一个时机点，这个地方啊，能够买多少你就买多少。好，这个地方出现所谓供给量啊，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了，啊，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也许有人赚一点就跑掉了啦，啊，但是我们的股票是属于长期长线操作的啊。简讯里面都交代得非常清楚，自动化、机器人商机在今年最有机会，啊，因为这个叫产业的一个趋势啦，趋势没有改变，啊，这个叫诚信啊，公开、诚实、诚信，啊，完全公开透明化，跟你讲2049上瘾，啊。第二次买进卖出的一个证据啊，包含第三次，好，老师赚最多，好，还好了，啊，代号6456的来 GIS 啊，来跟一鸣老师讲涨完了没有？你能不能够判断它涨完了没有？啊，还是说你在低档区认为它会涨？啊，这是两个关键哦。第一个关键啊，低档区你认为它会不会涨？如果认为会，你会布局嘛？那第二个涨完了没有？如果没有涨完的话，你拉回要不要早买一点？
我认为这个课题啊非常轻松，没有那么严肃了。我们讲义教材啊，开盘八法关键性 K 线啊，讲义 DVD 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哈。股价高档修正啊，来这个地方要判断是不是位阶形态啊。好，筹码面的一个判断啊，就是找买点，我们都是事先讲了，好，包含库藏股的效益哈，公开操作，啊，完全透明化，完全透明化，来，股价创高，再度的来到涨停板，啊，目前为止拉回啊，我们一样会找关键性的买点。好，这个就是我们呢、啊、长期操作股票啊、哦，目前为止的话，我认为哈、啊，好、哦、最大的一个利基点哈、啊。那当然，连续假期，好、哦、那个一鸣老师要送给各位一份大礼物，好、哦、这个礼物非常大，好、哦、这个礼物非常大哈、哦。有人说老师，我想要学你们关键 K 棒，39种形态，多方跟空方的讯号，好，那我们今天不会收各位一毛钱，好，我们今天不会收各位一毛钱。你所看到的多方讯号跟所谓的空方讯号一定有配合量价的一个结构，好，我们备有讲义跟 DVD， 好，那今天一样了哈，没有名额的限制了哈，因为连续假期，我们不要有任何名额的限制，完全出自一鸣老师一片的诚心。这本书讲义教材 DVD 麻烦你带回家，好，带回家，今天只要你有打电话进来的，麻烦你把它带回家，好，那如果说你要直接布局啊，一鸣老师后面要布局的生技股啊，两档，包含一档传产股，好，那我们今天开放给各位来做出一个验证的动作，我希望电话打进来踊跃一点，好，你们希望验证，老师跟你来验证，但是资料要先拿到手中，好，先验证底部起涨的股票拉回涨买点，好，有没有机会倍数翻？你之前看到环球金、龙城，包含讯芯，包含所谓的昊鼎、上云、金居都大涨，好，那这三档股票就是一鸣老师私房菜啊，两档生技股，一档传产股啊，但是拉回找买点，我们今天啊只能开放十个名额，这十个名额跟一鸣老师来验证什么叫做倍数翻，好，欢迎把资料拿回家，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韵达投顾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轴轮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不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斟酌每一个环节，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因为珍惜托付，所以全力以赴。韵达投顾02-2781-0909，02-2781-090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那讲义教材 DVD 好，那连续假期我们好做出一个大放送了哈。那鼓励各位啊啊开卷有益啊，多多的在家啊，利用这个4天的一个连续假期啊，可以看一下啊，
日本的一个正宗啊开盘八法，加上所谓的关键 K 线，啊，对于各位的操作，我相信有绝大的一个帮助哈。真的看不懂啊，我们还备有所谓的 DVD 啊，这个教材啊，五个小时啊，五片啊，好，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各位。我先讲哈，很多人呐，啊，讲 K 线呐，啊，哈，那讲的大概都一样了，名称大概都一样，多方空方的讯号。那一米老师的 K 线跟一般老师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在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讲的都一样啊，我相信操作功力啊也一般呐，啊，好，没有好到哪里去。一米老师的关键 K 棒有加入到成交量，包含停损量、小量过大量，啊，包含所谓的增量上攻，包含所谓的形态。我相信我解释的都非常清楚了，好，我解释的都非常清楚了。一本讲义啊写了半年，啊，五片 DVD 啊，啊，录了接近半个月。我相信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啊呈现给各位了哈。来，想要知道我们决战关键 K 线啊39种技法的哈，那今天赶快利用时间打电话进来哈。看不懂的没有关系啦，啊，老师会送你啊这个所谓的开盘八法，啊，开盘八法，好，再加上所谓的神奇阴阳 K 线这两本讲义，我先讲啊，不是送你这一本啦哈，还有另外一本叫开盘八法啊。那两本讲义厚达多少？300页。啊，厚达300页啊！今天啊，连续假期，好，我们连续的来做出一个放送，啊，希望啊你能够满意的哈。我也知道你长期啊收看一秒是节目的哈，那谢谢各位的支持啊。那如果说你想要买底部起涨的股票的话哈，那我们当然限额只有10个名额，老师啊，为什么只有10个名额哈？我希望能够维持啊比较好的一个服务品质，好，当然你希望验证，啊，一鸣老师一定会给你机会。但是机会啊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啊，不是别人给你的啊。当别人把手伸出来啊，想要拉你一把，你也要把手伸出来嘛哈。两档生技股，来一档传产股，啊，等候各位的大驾来电，把资料带回家。好，那我们今天这档股票来没有马后炮吧啊？来先讲啊，今天创新高我知道了哈，啊，不是说等股价涨上去了以后啊。我们才在节目里面跟你讲，哎，老师，这档股票涨上去了啊？不会，今天创新高，那又怎么样啊？先让你看一下哈，啊，我们有操作哦，包含会员等级哦，我们都有跟你讲哦，不是说等股价涨上去以后才跟你说，绝对不是，啊，之前跟你讲哪一档股票来，来 GIS 嘛，有先跟你讲不？有啦，2049上影有没有事先跟你讲？有啦啊，哦。来6488的环球金，我相信你都会背，啊，1795的美食，有没有创新高？有啦，1909的龙城，老师啊，哇，这张股票比较可惜啦哈，308的联雅，来，我们都是事先讲了哈，不会跟你马后炮，啊，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特点啦哈，所以说今天这张股票一样啊，我事先跟你讲嘛，我们有做，啊，等待各位来做出一个验证的一个动作哈。那我们之前有开放10个名额，我相信啊，投资朋友该把握的，啊，都有把握。那后面的操作啊，你要记得哈，啊。那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大盘呢，啊，可能啊，好，啊，会进行一个短线上面修正，但是不是叫你去放空啦，啊？之前这个地方嘛，也进行所谓的修正啦，啊，修正幅度也非常大，好，啊，这边修正幅度比较小嘛，但是它都是呈现多方的一个走势，它没有改变啊。但是在高档区，你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讯号，它告诉你啊，现在是走空了。现在只是说这三根连续 K 棒啊，是呈现所谓的纺锤，好，都有所谓的上影线。如果说出现单根上影线就算了哈，它是出现所谓三根连续的上影线，代表在高档区啊，它是有卖压的，好，但是多方格局肋骨轮动，有没有机会轮到这个族群啊？我先讲哦，低档红三兵哦。这个叫多方非常强烈的讯号，目前为止的话还在第二根红 K 棒啊这边啊在做出个整理啊，它没有走空啊，而且它是在低档区的，所以说生技类股的话就是我们布局嘛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啊，下礼拜的话我们刚刚开放那份资料，两档生技股，一档所谓的传产股啊，希望各位来验证哈，之前跟各位验证过了的，来它叫美食啊，老师先讲涨完了吗？啊，你不是看到讯号之后你没有动作，然后你跟一鸣老师说啊，老师涨完了哈，来看一下，好，这股价对细大高开始起啊，起啊，今天70块啊啦，
好，一个半月的时间也是有办法赚到钱啊，啊，没有错吧？好，4739的来康普也是一样，来，这个地方三日两缺口啊，啊，所谓的潜伏底啊，啊，布局成功啊 ，Tesla 的一个概念股，电动车的一个需求量，外资都站在买方嘛，这边进行所谓的震荡整理啊，你也不用怕，啊，低档买，高档先卖嘛，哦，我们也公布了，有没有事先讲？来，潜伏底成型啊，公开操作啊，就是把你的简讯啊告诉大家，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才叫做诚信，这个才叫做什么公开操作。老师讲的应该没有错吧？啊，不是说啊涨上去了，啊秀一张图卡跟你讲，哇，从这边涨到这边，这边买，那该有多好？简讯啊，证据才是怎么样？证据才是唯一啊验证各位诚信的方法，不是用嘴巴讲说你有赚多少钱，是要拿简讯扎扎实实的面对自己的会员。哦，选股逻辑有没有改变？来看业绩嘛，看财报嘛，我相信啊都在验证的、啊、哦。那验证的同时也希望你赚到钱。来，代号1603的，来，这样股票叫什么？来，华电。华电有没有倍数翻？有啦哈，13块起价26块就倍数翻了啦哈，起码起价29块，这个地方涨完了吗？上升轨道嘛，看一下，啊，有没有跌破？有没有事先讲啊？这个时候跟你讲的时候还没有倍数翻呢、啊，没有错吧？13块钱嘛，到18块钱还没有倍数翻嘛，我这边给你打个问号啊，啊，你自己看一下。这个要阶梯性的一个上涨，当时只有涨38%，现在涨了超过100%了，啊，大同也是叫你啊低档布局啊，有叫你去追吗？有叫你去追吗？低档去潜伏底去买多好啊！现在很多人都大同买在高档区套牢了，买卖点啊、哦、有问题啦，啊、哦，那3346的来，这样股票叫什么来？沥青啊、哦，沥青后面操作我们就不会再公布的了哈、哦，我们之前在低档区跟各位讲，低档找买点，拉回找买点嘛。创高之后，我们有秀出证据了啊，后面我们就不会在节目里面讲了哈。这个判断非常简单呐、啊，低档区出现所谓的带量上攻，拉回修正的时候是属于量缩啊。这边出现一个关键线讯号，天线线啊，如果没有办法判别的话，利用量，啊，量跟大量补量，这一天补量2800张，跟昨天的量比较一下2300张，啊，量比量过大量，哎，涨停板。啊，既然过了压力嘛，来，持续大涨，啊，持续大涨，都跟你验证过了哈。龙城的部分来倍数分，14块起价31块，还没涨完哦。你不要认为它涨完哦，我先讲哦。有些股票啊、哦，我在低档去跟你讲的哦，该持股续报，你要持股做到一个续报动作。8358的来，金居也是一样，来倍数分。今天很多的股票都是倍数分呐、啊，为什么会倍数分？啊，为什么？行情非常大，好，那后面也许你有困难，但是你不要被困难克服了，好，那一鸣老师帮助你，好，你有任何的问题呀、啊，欢迎你怎么样，打电话进来，打电话进来哈，那一鸣老师今天要送一个大礼了哈，想要学的来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的决战关键 K 线里面多方讯号，不是要你用背的。好，要你啊去了解它为什么出现多方讯号，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出现什么样的讯号，我该怎么样来应对啊，讲义教材都在这边啊，回家好好翻一翻，这里面内容啊非常丰富啊，老师的啊杰作来，好，只有在连续假期送给你哦，除了这本以外还有一本开盘八法，两本讲义教材附上 DVD， 我希望你今天看到节目的啊把握好我们最后一次啊这个免费大放送的一个机会，记得电话一定要打通啊！来，想要验证的来10个名额，底部起涨，啊，三响炮倍数翻的股票，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连续假期，啊，开放给各位最好的、最优的、最优的，绝对就是在今天了啊！错过今天大概就没有了哈、啊！来，三合一啊，只有168，好好把握10个名额啊！今天这份重要的资料。三响炮倍数翻的股票，要验证的，麻烦你前面10位打电话进来索取，好，一定要打电话进来索取，
先把资料拿到了，我们后面慢慢的在节目里面跟你做出个验证。好，欢迎各位立即开始啊，拨打你的电话。好，电话比较难打，没有关系，持续的做出个拨打。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研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电脑投顾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为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近视未加以控制，可能变成高度近视。近视。